一走下楼梯，民众还喊小英，蔡总统还比了比一旁的赖清德，似乎在讲他也即将成为赖总统。新年发放春联红包袋，不难看出总统的高人气。任内最后一年元旦谈话，多次感谢台湾人民。无论你是支持蔡英文，还是批判蔡英文，我都要谢谢每一位台湾人民。即使一路起起伏伏，但是我们风雨同行，一路走到今天。系主任内政绩包含推动前瞻基础建设、强化国防和提升经济。对于近期频被攻击财政纪律，蔡英文也抛出数据来反击。蔡英文执政不但让债务比从我上任之初的32.97%下降到去年11月底的27.17%，蔡英文的8年任期总共会还债超过9000亿。但也坦言，有些政策其实有进步空间，像年金改革或者是婚姻平权，我们事实上在沟通可以做得更好。蔡英文并不完美，做不好，我们就要把它做好。强调会自行检讨，迅速回应民意，而选举在即，当然也希望下一任能延续自己路线。总统实在是不适合谈选举哦，但是大家都知道我支持谁，他今天就站在这里哈、哦。那。蔡英文路线呢，不是指一个人，而是一个团队一起创造。这表态力挺，让赖清德也秀秀回应。即将卸任总统大位，蔡英文谈话沉稳，却也展现幽默一面。三选黄英姐，许选台北采访报道。